何事啊？太后说，怕进来侍奉皇上的人少了，特意派了人过来。什么人？好像是太常寺少卿陆世龙之女。带他进来。这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妾身太常寺少卿陆世龙之女陆慕平。慕平，多大了？16。皇娘着你侍奉朕，你懂得如何侍奉吗？